从国内落实的公务员周休二日之后，国内旅游蓬勃发展。所以当时落实周休二日的时候，其实国内旅游就已经非常明显的蓬勃发展了。所以在增加一天哦，我们现在现况下哈，有一些假日变成三天连假的时候，就非常非常的国内旅游就非常的，譬如说我们就会开始有一些秋节、端节要疏导交通的策略哦，都可以知道长假期会促进国人国内旅游的机会哦。那既然今天观光产业过去在一个资源不对等的发展方向哦，走向以陆客为主，那今天陆客被政策性的限缩之后，行政院既然喊了要一笔钱来挹注观光哦，其实放这个假期哦，更不用动用国库的资金哦，而是用我们自己本身哦，区内的劳工可以在国内做一个休闲旅游，促进区内这个观光的发展哦。二，拒砍七天假，我要大周末，我要大周末。